这不打不赢呢，打不赢呢，只能拆家了。那是那是赢了赢了。见证这冲天的光焰吧！这个更搭一点，知道吧？和这个东西更搭一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等会儿，等我把这个眼做完之后，它这条是黄色的龙，和这个白色的龙不是很搭，至尊的和这个就比较搭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这个龙和那个至尊的就比较搭，两个白色的，普通的就没那么搭了，普通的配色就一个黄一个白，就看着很怪，知道吧？买不起至尊，你买个普通就完全体。是的，普通的你都不需要买完全体啊，普通的你就买个正常一点就可以了，就那个姿态都可以不用买的，姿态都无所谓的，没什么特别的，那姿态边框姿态的我觉得都差不多，你就买个129就行了。然后这个回程怎么获得？集齐六款超五乾坤，这个 A3 向我后面拉，然后 Q1 Q2 A 一下 Q3 W，然后一直刷就行了，刷到120滴血。他这个普攻姿势其实打击感也是挺不错的，你看他这个刀是很大的，这个挥的这个动作幅度也是很大，其实打击感都非常之 nice。 然后再 A 一下，你加的话要备注一下，你要备注一下，不然我正常不会加的，因为有一些营销号知道吗？他这个刀，他这个挥刀和那个其实猩红和他其实和猩红很像，知道吧？他这个刀，你看到这个刀其实和猩红是很像的。然后这个模型啊，这个皮肤，这款皮肤的模型是最新做的一款吧，我觉得还行吧。虽然说造型不是特别好看，但是模型变了一下还是可以的，整体来说比较用心啊，这个皮肤他没那么敷衍，不是说什么山海叫猩红的那种纯的改版的，就是模型都没改了，就换了层皮，他还是重做了一下这个皮肤的模型的。这个挥刀幅度会更大一点，所以说打击感还是有的。然后他的 Q 技能也不是像山海那么轻，但是又很丝滑，知道吧？他这个皮肤虽然说不像山海那么轻，但是丝滑程度一点都不低啊，知道吧？还是很丝滑的，打击感也都还在。这不看能不能抓上路啊？上路的话，刚才打了一波了，五了啊！我的发。别回吧，洛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这波能看这个泰坦吗？我抬这个 AD 呗，抬这个 AD 呗，抬谁，快快快，你抬出我干谁 ？OK， 这波感觉怎么洛好像有点不情愿啊上的，哎呦，别急，这波要旁边看一下，啊，我这波其实可以回家的。自己给自己回家打断了，这不拖了波节奏，不过还行吧，队友没死，回家把装备补一下。这不落抬水我就干水，抬泰坦，如果泰坦没闪的话也能杀，不过泰坦有闪的话那就杀不了。这个 AD 是没闪的，然后现在先发育啊，队友怎么突然要五了？就死了一次，怎么要五了？没这么快吧？这皮肤咋样？这皮肤挺好的，挺不错的，我很喜欢，好吧，下次回购。这波可以抓这个蒙多啊，直接过来抓，他的状态不是特别好，坏了，这个射体爆早了一个 W，A 一下一个 Q 一段 ，Q 闪 Q 三段刺进去，这不一定要这样子连招啊，不然伤害不够，这样子连招伤害就刚好够，一段 Q 二段 Q， 然后 Q 一三段加一个 A，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 A 的话就会卡一下平 A， 就会 A 不到了，最后先留个那个刺进去就行了，然后现在把野怪收一下，这把我是能 C 的，我的发育还是挺 OK 的。前面发育挺好的，他这个往上面，就是他这个，注意这一刀，他有一刀是往上面抬的一刀，就这一刀，就是往这上面抬的那一刀，我感觉怪怪的，知道吧？可能玩习惯的霸天，他霸天是没有这个往上面抬的这一套那个动作，所以说就感觉会怪怪的。这个皮肤整体你刚开始玩的话，可能手感会非常之奇妙。这波抓不上了，他应该会推这个线，他不推的话就把这河蟹吃了，他不推啊，他觉得我会过去抓他，那就算了，那我们就把这河蟹吃了。这把队友好像有点消极啊，怎么回事？队友好像有点消极，感觉有点没有斗志啊，等我鼓励一下队友啊，等我鼓励一下队友。
两个一起刷，两个一起刷，这样刷的快一点。双拉，尽量能双拉就双拉，咱们能把野区的时间省一下就省一下。看一下这把是冰龙，冰龙其实我不太想打小龙啊，我想打先锋，但是这把的话不一定有机会打小龙，我们买个天启戒指，减压 CD， 这不就是我们全部的战斗力了？那我们现在可以去打这个先锋啊，对面中弹没闪没点火，射题别回了吧。这波能看先锋吗？有眼吗？还有眼吗？哦，这里有眼，我找 A 一下 W， 大招 Q 一的 ，Q 二的 ，Q 三的，杀不死啊！他们全残全残，来打先锋，来打先锋。卡莎能清多少线？清多少线？没事，我们直接打，直接开，直接开。他应该回家了，快帮我打，帮我打完，我们还说不定可以守下小龙。小龙还可以接的，对面没技能呢。小龙看情况去接呗。来，辛德拉没大了，辛德拉没大了。来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把中间线清了，清完可以开辛德拉，辛德拉没闪的，诺，你可以直接闪现开的都可以。好开，别急别急，慢一点慢一点，看一下赛德芬，拉扯一下拉扯一下，好的，死掉了。没事，我这波能操作的应该，好像操作不了，操作不了，可惜了，有点，不过还行，我说实话，他降两个闪，哎呦，我那个豆啊，我不应该进这个草的，我应该往他的塔下拉扯的，这样的话我的操作空间应该会更大一点点，这把逆风了，不过这把能赢啊，这把能赢，因为我的发育还是挺 OK 的，我5600块，对面6300块最高。没事，还是可以开中的，别急，我这把发育很好的，你们跟着我的节奏打，这把能翻的。他们 AD 没闪的，我们可以早就开他。我得早就回家补个水银丝带了，因为想要杀这个维罗斯，肯定是要补水银丝带才能杀他。把下雨区先收了，别着急。我这不拉错了，我这不应该往草这边拉的，应该往一塔这边拉，知道吧？落落落，这把开中，他要吃中路镀层的。能开吗？踩我踩我踩我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拉回来了，好多禁锢啊，慢一点慢一点，你先走你先走，我狮子哥被跳了，别急啊，干他干他干他，别怕，没事，我全收割了应该，我的孩子被禁锢了，刷大了，这个也别想跑了，这个应该有闪的，哎，坏了，没续上，没事，我看尝试一下先 A 啊， A 不到先 A W 减速，好，拉回来了， A 一下 Q 1段承接，再 A 一下又 Q 3，那这不打完的话就很舒服了，我们现在，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我拿这个四杀还有战力点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现在经济已经很肥了，我现在已经三项了，这不就是利用对面的一波人数差，然后一个比较好的位置，我刚好可以作为落的跳板，刚好 W 给这个维罗斯给拉回来了，然后现在发育一下回家补水银丝带，这把我是可以单 C 的，知道吧？剑魔这个版本其实你发育好的话就可以单 C， 所以说不要介意自己当奇迹行者，因为它是一个具备单 C 的能力的一个单核，知道吧？后期大核可以 C， 这个皮肤用起来怎么样？就我这波中路这波操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这款皮肤怎么样？就是我说的怎么样？感觉可能大家觉得我是托，官方的托。那我你看到我中路这波操作，你觉得这个皮肤怎么样？哎呦，我又声音暗了，我照。那这个号感觉有问题啊，这号的按键感觉有问题。Q 闪 ，A 一下 Q 闪的，坏的不是给我推这么远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 B 技 ，Q 一 ，A 一下 Q 二的刺进去 ，Q 三的一往后面拉，这不扛不住了，走了。嗯，下路塔的话也推不了，没事没事，别放弃，我这把很肥的，你们相信我，慢慢打，别急。Nice nice， 好开，先发育先发育，这不我们把下路推了。我这把发育很好的卡山，你就慢慢发育，你打不过就放线，等回推线就好了，没事的。这把路你后面补点坦度呗，这把需要你开的，你别直接死了，直接开始鼓你。这波我教你们怎么断节奏啊，这波维罗斯肯定要吃下路线的，先走，来我这边来我这边路来我这边，可以开的这波，
你别走了，你别走了，他们会来人的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你回吧你回吧。打小龙打小龙打小龙，四十秒钟小龙，我这波装备很好啊，你们稍微看我一下，这波要冲就冲一波啊，我们一波冲起来。他维鲁斯和维鲁斯是没闪的，对面维鲁斯这波龙他是没闪的，咱们等我直接看到冲他，等我补个装备，等我一下，买个这个，我算一下钱，2200块不够，那先买个这个，然后再买个这个，再买个这个 ，OK。来中路，来中路，我们抢中，抢中，落落落，抢中抢中，来中路开，你那位置没人接你了。后来我这得看路啊，看维鲁斯，看维鲁斯，兄弟们，看维鲁斯，看我这边，可以可以打可以打，哎，我坏了，哇，被秒了，怎么这么疼啊 ？Nice nice， 洛你稍微跟我一下，你稍微跟我一下。哇，我这么多血，他一个 Q 给我秒了。他这 L 几下，我这么多血，我三分之一血，快接近半血了。你见过瑟斯吗？抽象啊，哥们儿。我必须得跟洛一起，知道吧？我单和独木难支啊，还是卖影魔刀吧。有一点魔抗啊，20魔抗够了呀。他也没有魔穿，他也没有法穿呢，他没有法穿呢，他已经给我秒了。我能看你的人留得住吗？他是打蓝，看这个蓝 buff 呗。来，我带你，我带你，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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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坏了，幸亏这个秒了，不然这个小子伤害太高了。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好好大，看能不能拉回来，拉回来。好意。我这强身力度太给力了，走吧走吧，发育发育发育，中二塔，来可以推可以推，这里别回了，这里别回了，坏了，我们三个还不一定能推呀、啊，等我抬他，等我抬他，等他红，等他也是也行，拉不回来算了，这高地，好好哇，这么准啊哥，走了走了走了，真不错啊，把这个魔都给抓了。算了抓不了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回家吧，该回回吧，该回回吧，没事该回回，这不抓不了的，狮子鬼大了，你们小心一点，狮子鬼大了，小心啊，狮子鬼肯定又大了，狗子应该开到扑人了，要跳人了，看能把这个河道蟹给控了，河道蟹没控到，把这眼排了吧，哎呦我的个豆啊，差点被阴了，小心啊，你们这不小心，我要回家的，小心被他们开了，把装备补了，维鲁斯没大的，泰坦也没大，回家补一下，补个死亡之舞，然后再补一个影魔刀吧，死亡之舞加影魔刀，看看补哪一个，哎呦补成这个了，死亡之舞加影魔刀，这不对，开起来，我在你们可以打慢一点，你们打慢点我可以到的，落十秒的，来这不中间他抢可以打的，开个哨我带你来，跟我进野区把这个四个抓了，把他打完了，打这么快，那我把上路塔拆了，你们别急啊，稍微守一下龙啊，他们打的没那么快的，你们稍微拖一下就好了，别开起来，别开起来，我拆上塔，别开别开别开，没事，等我把上塔拆了，发育吧，没事，这四个经济也挺好的，我得稍微等一下，等一下装备了，不能着急啊，慢慢打。都一样的，范围是一样的，只是视觉效果不一样，范围是一样的，你们这不小心啊，我这不吃完蓝要回家的，他们两条龙了，我才发现他们两条龙，这波水银不能用啊，这波水银很关键，一分钟的水银决定这局游戏的胜负了，来我现在装备补好了，兄弟们中路干一波，落AD 有金身啊， AD 有金身，听到没， AD 有金身，中单啥也没有，AD 有金，要秒的话得把他直接秒了，要开的话得直接秒他，我这推到我了，这么远，别急别急，慢一点，这波可以开的可以开的，没事可以开的，中路可以开，信我，射了分线别回，中路可以开吗，洛
可以开吗？诺 ，nice nice， 赢了赢了。别急，慢慢打慢慢打，我现在已经收割了，慢点打就行了。哎，这人怎么这么肉啊？我的个豆啊！还有个钩啊，放肆！往后面拉扯，别急，慢一点点。哎，没这么恶心吧？跑，在那给你跑了不成？哇，这个蒙多，我真的是服了。我来了，哎呦，还是蓄意空拳屌啊 ！Q 的，直接斩，这波冲起来就是赢啊！但是我这把得做这个了，得做重伤轻语了，不能做这个减速轻语了。对面这个重伤，对面的回血太恐怖了。我减速轻语这波要遭老罪了，回家回家把装备补了，可以可以再开一波再开一波，等我把这个装备卖了。哎，在哪？在这。下一波我可能没有闪了，他们中弹也没闪，中弹也没有保命技能了。维鲁斯有金啊，维鲁斯有金，这波还是要开人啊，还是要开人，或者等我个闪也行，70秒钟你们开得到就可以开，开不到就不用硬开。我们这种脱节的很难打的。别急，他们有大招探视的，别打龙，别打龙，别打，哥，别打，把这边视野排住站住就行了。他四个要开大的，看这个泰坦，看这泰坦，打他一套，交闪了，把这眼排了。看蒙多，看蒙多，不用动龙啊，不用动龙，把这边视野给压住就好了。能开到 AD。我能跟得上我会叫你们的，跟不上你们就那你回家补呗，我还有半分钟，好大，但我还死了，我操坏了，回家兄弟，我回来，哇，这不太吓人了，哥，这不真的好吓人，我怕我没绷住啊，开大了，四组开大了，坏了，卡扎要死了，卡扎你反抗吧兄弟，他抓你去了，我这波不行，我得等我补个血手了，太恐怖了，他们伤害很高啊，你们不能这样子开的，要么就等我闪，你们稍微等我个信号呗，看我这边射铁，我操，毕竟我看能不能把他追死，他没闪了，哦，水银没好，不打龙，打远古龙，不让回呀，这小子，等我，一定要等我，16秒钟一定要等我，他们这波可能偷家的射铁，看他，还能抬吗？卡莎守家，不用来卡莎，我们打龙，他没大的，他开大了，刚才直接打，他没到没闪的，直接打，听我的，这个龙直接绕就行了，他没到没闪的，你别回了，尸体，你直接帮我们打完呗，卡莎在守家，你不用在那边蹲了，那你回家补吧，准备大龙，等我补装备，把这两个卖了，一个副甲一个血手，不然我没有安全感。双重保护，好吧，他好我也好，再吃个红，我这个辛德拉给我推走了，我真的顶不住啊，他是给我推好远，太赖了，这东西保命能力是真的强，你们留个人守好家，一定要管兵线的，我们这不直接动吧，不能墨迹了，哥若准备抬这个准备回家，等会我来带线，来上路追一下，看能不能破个盾，破不了，留一个人守家吧，卡山你守家吧，你就守好家吧，我们四个人推中，或者射体去守，你们谁去守，中路来四个，不要两个去守，坏了，他们两个，那你们两个去守吧，我们三个得小心啊，我们三个慢一点，别死啊，卡莎你守家就行了，
你不用跟他打，你不用杀他，不需要你杀他。我等我二十秒钟，我二十秒钟闪现。狮子狗开上可开开大可能上去了，狮子狗开大可能上去了，上去了。没事没事，这波七秒钟开落，我闪蛮的好，你这波可以开，随便发挥，随便发挥，随便发挥落，随便发挥。谁跟你打架呀？哎呀，直接给你加个，这不打不赢了，打不赢了，只能拆家了，赶紧赶紧跑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三十六输出五万四。